用的越来越熟练了。你好，师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我豆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马姐。你呢？大家好。就是。就是学中文的啊，今天这不是周天吗？本来就是他不上学，准备带他出去这个高档西餐厅吃个饭啊，因为他来这么久也没带他这个出去吃点啊，上饭店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不下雨了吗？我觉得还是出去买点水饺啊，让他尝尝我们家乡的美食比较好啊。给秀才加固加固 dumplings 啊，水饺，水饺，他俩都吃过啊，这秀才没吃过啊，秀才尝尝啊。然后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出去买啊，先出去买。看看今天这个天啊，云层还是阴得很厚啊。我们现在出去买水饺啊，走啊，秀才，走吧，走啊，走走走，上车吧。一下雨就来走这种烂路，真是对不起马铁斯一大早洗的车呀。这个城市真的发展挺好的，你看红绿灯都非常健全啊，这个交通设施。你像我之前去的非洲很多国家，它红绿灯还没有呢。看看秀才干什么呢？哎，秀才，你好。小孩就爱推着车玩啊，搞上几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盒，八盒水饺。这里很多咱们中国的饮品啊，拿两瓶，来给你。不客气，这小的时候就像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去赶集啊，每5天一个集啊，我妈一个集给我买一只雪糕，给小孩也买点吃的，小孩好满足啊。一共是买了6盒水饺，2盒馄饨，然后呢还有一些肉啊菜啊，然后基本上来一趟啊，1000块钱人民币打底啊。现在这个还买了几个拖把啊，然后我们啊回家开煮。怎么了？谁杀我？不行，太小了，陪刀狗啊！通往什么呢？这不是我们等红绿灯吗？有卖这个衣服的，他给秀才相中了一个衣服，但是太贵了。然后再来顺道加个油啊，看看当地的油价。你看他这一台机器分两种啊，一种是 super 啊，就是汽油；另一种 diesel 就是柴油。汽油的话是3190啊。3190的话和人民币的话8块多，不到9块钱啊，小9块钱了。一共是加了22万啊，花了人民币600块钱，加不起油了，太贵了这油价。你们笑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，母兔都生上火了啊。来，秀才，我说呢，我给马铁说，我说检查检查他学的怎么样了啊。来，好，秀才，我检查检查你啊，看看你对不对得起我给你买的水饺啊。这是几？one 啊 ，loudly 啊。那不？这个。two。这个。three, four, five, one, two, three。这是 three。啊？怎么回事？1, 2, 3, 4, 5, 6 我拿个 yellow。 这孩子可是太愁人了啊，学了不到俩月吧，不到2个月了啊，一共就会说1到5啊 1, 2, 3, 4, 5。 慢慢来吧，慢慢来吧，你他爹还在这教他呢。慢慢教吧，慢慢学吧，嗯，反正也不是1天2天能学会的。哎，母卡托马斯波利，吹吹，太慢了，这炭炉子啊，它就是这个不旺啊，这个火。你不关了？出锅。哎，现在好了啊，这水饺。哎呦喂！哎，你别浪费啊！哎呦喂！这掉地下了。我跟你说，不，谁杀我 ？This 啊 ？This is money。啥吧，这浪费就得说他哦，这个你还掉地下了，对吧？你慢一点儿，你掉地下了多不好啊！这水饺在是吧？这一盒水饺是花了人民币18块钱，对吧？也挺贵的呢。18块钱的话，你保姆都1天工资都出来了。这一盒水饺，这个再放点，这个再盛点，尝尝尝尝尝尝，秀才吃，加固，加固加固。
这是牛肉馅的啊、哦，牛肉馅的，好吃吗？酱油，酱油，又要酱油，take 吧，你去拿去吧。每次一吃东西就要酱油了，母兔兔现在，这是牛肉的，你看这牛肉，嗯，母子的，嗯。嗯，你别看我平时对他们也挺好啊，但是我要一生气一发火啊，他们也这个比较害怕的、啊，因为他们做的不对的，我就得说啊。没事，那个浪费不了，给咪咪吃吧，给小猫咪吃吧。秀才夹过啊，吃啊，夹过。哎呦，用手得了，用手吧。他不用，用手吧，用手抓。没事，自己夹，没事。太烫了。对，尝尝尝尝，好吃吗，秀才？热热热，酱油来了，酱油。蘸点酱油，蘸点酱油，酱油好吃。水饺好吃吧？水饺，好吃，好吃啊！我看馅儿。哎呦喂，一口吞了。你看这吃酱油的，酱油小王子啊，非洲。我吃。哎，马蒂亚斯，那个给我微微拉菲克啊。OK。啊。正好那人还多出来不少呢，给他朋友吃。哎呀，秀才蘸蘸酱油，尝尝尝尝，秀才尝尝，主要是给秀才买的。今天给我秀才加个哭吧啊！ Okay. 啊，来我念吧。秀才啊，这馅儿都，哎呀我齁咸啊！弄得齁咸，你这样吃，你看看母兔兔这用筷子用的啊、哦，用的越来越熟练了。真好吃呀！你吓我一跳，马铁子，我看你筷子用的啊，啊，筷子用的咋样？哎呀，掉里边了。哎呀，这筷子行，都行啊，用的。嗯，筷子的。秀才就用手抓吧，小孩啊，没事自己夹，随便造。马铁子、嗯，你得让秀才好好学习，就是 ，Twenty School 母猪的，嗯，啊 ，No every day play play， 知道吧？你这小孩他不懂，因为说呢，他那马铁子也没咋上过学，嗯，所以说还是得这个，你说既然上了吧，就好好上，要不然的话，咱在学校呢，是吧？要不就不去，要去的话就好好上了。好多吃点啊，秀才啊，多吃点。我祝你啊。行啊，来这儿享享福。你说在家啥也吃不着，在这儿是吧？还有我们中国美食呢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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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